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自己搞的。好了，走吧。走吧。走。好的嘛。走。对啊。上海东北就这一种企鹅是吧？嗯，对。没有。很大。没有。地企鹅那个环境问题。三指环企鹅的脚是黑色的，所以我们也管它叫黑足企鹅。对呀，可以当宠物吗？拿去了。好，开大熊猫了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你看，你下面不干，去。大家好，你们现在看到是八指环企鹅，光顾于非洲南部。你游泳吗？气候条件跟这里差不多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, 十. 十.